好，我是陈彦霖，大家一起期待《爱拢无剩》哦。今天要跟介绍这个哈，他是我们在百福歌唱比赛，然后我们第一届，好，我们有进入前二十强，但是呢，他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，因为他好忙好忙哦，因为他生意做足大，你敢知啊？咱先给介绍出来，然后林福大哥啦吼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百福群组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会鼓励这一些在传唱者这样子，吼人鼓励啦，啊，伊嘛拢做爱帮人传唱，我感觉这种精神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吼。然后呢，他经营哦，伊在真英雄的啦，你敢知影伊在做偌久啊？30年呢？为什么会做那么久？当然就是服务售后品质。真的非常的好，所以大家通常知，所以一个介绍一个，然后去给大哥争影响，然后在这个中部大家都知道这个林福大哥，吼，等下敲这个电话，大哥，紧嘞，阮家要换影响啊，赶紧给大哥卡一下，因为服务就是重点，服务足好诶，吼，好，今仔日感谢咱的林福大哥甲咱引领支持，然后甲咱引领鼓励啦，电话我讲吼，引领你这条吼。赞呐！啊，大哥吼，希望你吼，就是诶，点阅率一直往上升呐、啊！大哥，谢谢啦！今日咱今嘛来听咱的林福大哥为咱唱这条《爱拢无剩》呐！吼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请。感谢你，予我疼惜。